来，按部复盘一下啊，中间压，两侧扫，底随行走，行转色变，两侧都是环境色。深色陶罐的用笔是很多学生都不会的问题，今天思姐就用一个视频来教会你们如何画罐子的用笔。罐子呢，它是分为亮、灰、暗，它是有一个这样的转折，从上往下的转折，也有一个从左往右的转折。所以我们在画罐子的时候呢，要把上下左右的这个转折都概括出来。比如说我们的光从左侧或者右侧来，光自定义啊，比如说光从这边来，那我们要用笔，就是先用大一点的笔。你看像这种暗部的位置，我们一定要用笔就这样搓。为什么要这样搓？搓的时候会把你眉角云的一些红色给透出来，来，为了让你们能看得到这个红色啊，红色加一点点钨蓝啊，这种你把这颜色透出来，往两侧走，我们的笔就不是这样竖直往下压了，是向两侧轻扫，轻扫，轻轻的揉进去，看到没有？揉进去，轻轻的扫扫扫扫扫。好，越往两侧，它的颜色越往环境里面走。比如说啊，你这个画的是一个冷色调啊，我举例这是一个冷色调，那么两侧哎，就可能要加越来越多的一个环境色进去。看到没有？看到用笔了没有？非常轻轻的扫扫扫，揉揉揉揉揉。好，这个位置可能会有遮挡啊，可能会有底。那么你们看这个侧锋啊，两侧过渡侧锋，那用笔稍微带一下，这样你们就能够看到一个有空间的暗面就画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再画灰面，你们再看灰面用笔，来，按部复盘一下啊，中间压，两侧扫，笔随行走，行转色变，两侧都是环境色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到灰面，灰面的颜色呢，我们稍微暖一点，看灰面用笔啊，我们先，很多人就是这样拼一条，拼的那个笔法很丑，那我们要看，哎，先压一笔，然后要考虑往左右走，这种冷暖稍微加一点啊，加一笔，往右侧走呢？光转过来了，它可能会稍微的亮一些。那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个笔应该错开一点，错锋来画啊，把锋要错开，笔锋要错开，然后再往这边走，越来越亮，越来越冷。你看，就根据之前的这些颜色，你看往旁边走也是怎么样，轻轻的怎么样扫到这个暗部里面去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画亮面，亮面我们一般是不是这样转折下来的呀？往这边，我们如果你全部都这样，是不是很奇怪呀？那我们先画它这样旋转下来的，然后我们再把它的形往这边走，左右稍微分一分啊，分布一下。你一定要随着物体的形状和结构去调整去走啊，形转色变，笔随行走。你看，大一点画的大一点啊，不要把这个笔触画的太小气，还可以稍微收一下形。所有收形都得用侧锋的笔触，你看这个就叫侧锋。侧锋，顾名思义，把笔侧过来，这叫做侧锋。所有的锋这样横着压的话是平锋，这样是压的。你看压压的时候就会挤颜色，挤到这锋头这里，所以我们的暗部是需要去挤锋头的。哎，你们看，你们一定会有疑惑，这一圈为什么会留白？其实是因为在这个亮部和灰部之间，我们还要进行一个面的衔接。颜色千万不要用的太薄气，开始转。转色啊，转色，越到旁边这个笔触越小啊，越到右边这个笔触越弱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边已经在暗部，它往这个后面引过去了。想要罐子层次多，最后一步提亮是关键。我们至少要画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，最后再提亮五层，这样你的罐子才能卷过别人。我们再把最亮的这个面提起来，还是跟亮面同样的画法啊，只是我们多找一个面，然后我们再把它的高光点起来，点高光非常重要，可以用白加一点点麻黄。你看，在它最鼓的地方，先用笔侧锋啊点一下，再横拉一下，哎，再轻轻的这样子点缀一下，不要把高光点成这种，不要把高光这样子往下拉。为什么不要往下拉？因为你往下拉的话，你会把高光带到灰面和暗部里去，灰部和暗部是不会有高光的，它只会沿着它圆柱体鼓的地方带一条高光线过来，这样子我们一个罐子身体的用笔它就完成了。你们能不能看到整个现在就是给人一种很鼓的感觉，而且很有笔触感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然后我们再把明暗交界线的地方呢卡一个点，这样一个看似丰富但其实非常好掌握的罐子笔法，它就悄悄地告诉你们了，你们一定要跟着思姐的视频去练习。爱你们哦，记得三连。